好，我们使用开放硬体来玩触控。程式很简单，我们只是用3号针脚来做侦测。啊，应用变化自己去应用变化。当摸到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一。那我们做的是只有造型的变化。Touch 的时候，它会变成红色的猫。我们回到程式，然后用缩数位针脚3的值来做侦测错误。好，执行上去，正常是0。当我的手摸上去，它是1。好，当我手摸上去，它是1。放掉是0。好，那我们的硬体怎么接？我们使用的是 Motoduino RU1 的板子，黑色的线接在 3.3 伏，白色的线呢，我们接在3号针脚，另外一端呢，手上一端黑色，一条白色。当我摸上去，它是1。好，它取完它是1，放掉它是0。好，放掉它是0。摸上去它是1，放掉它是0。这样就可以做触控。